塞，我可是刚结束了几个大活动，我平常可是很忙的呢。哈，你问我在忙什么？我可是年初就要忙着跟厂商争载啊，还要把那些商品海运出去，最后还要跟一些协办单位啊，还有公关公司开很多很多的视讯会议呢。不好意思，我失陪一下。喂，你好。喂，皮妞妞，是我啦 ，Stanley 啦。Oh my god， 是他。Stanley 参加台湾精品那么多年了，非常支持我们。通常我们的对话是这样开始的。哦，皮妞妞，我跟你说，今年真的真的很谢谢你哎。哎呦 ，Stanley， 哪里？这是什么话呢？我们今年才很感谢贵公司的全力支持呢。哦，哎呦，不要这样说了，我们才真的谢谢你。哎呦，我们才感谢你呢。哎呦，你们这么帮忙，我们要谢谢你才对啦。哎呦，没有啦，我们也才感谢你呢。我们就这样，你感谢我，我感谢你的，来来回回十分钟。哎呦，不管啦，反正就是谢谢你就对了。终于，我忍不住了。你感谢我什么？哎的，就是啦，我们今年参加台湾精品的活动哦。业绩下下叫咧。是哦，恭喜你啊。是怎样的下下叫呢？啊，就那个你知道吗，我们今年哦业绩翻倍成长咧。是哦，超棒的耶，恭喜你啊。所以啦，我是想问你说啊，明年活动档期啊是出来了没？对，没错，现在还不到年底，他就会一直追问明年的档期活动日期。可是我们现在连场地档期都还在等国外确认呢、啊。喂，啊，你有在听不啊？哈？什么？我是在问你啊，那个明年的活动的日期啊是出来了没？我这样好安排我的 schedule 啦。还没有呢，没有这么快。哦，安呢哦。好啦，那我之后再跟你确认啦，哦，好啦，拜拜啦，哦。你以为他这么简单就放过你吗？像他这种业绩下下叫的厂商，绝非等闲之辈。记得我三年前第一次接到 Stanley 的电话的时候，他。徐小姐，我是那个欧先生啦，你觉得哦，我这一次展那个是数位天鉴好嘞，还是车用摄影机好？徐小姐，我的那个摊位设计图哦，借我参考一下好不好？我想要搭配主题来呈现我的产品啊。徐小姐，那个你觉得我在做论坛的时候要穿 settle 西装嘞，还是 polo 衫就好？是，你帮我挑一下好不好？是。这是一场噩梦。喂，你好。喂，皮妞妞，我 Stanley 啦。啊，明年活动日期出来了没？还没有哦，请耐心等候。喂，皮妞妞，我 Stanley 啦。啊，明年活动出来了还没有哦，请耐心等候。喂，皮妞妞，我 Stanley 啦。啊，你活动日期是出来了吗？还没有，请耐心等候。对，没错，厂商们总是锲而不舍的一直问。虽然说只要接到 Stanley 的电话，我都会神经紧张，但我还是很佩服 Stanley 的毅力。要知道，这么积极的厂商真的是个宝。更重要的是，他真的达到了业绩下下叫的境界。而且多亏有他，我练就一身把整年活动倒背如流的功力哦。哎，不要你哦。Stanley 啊，明年活动日期出来了没？还没有，请耐心等候。哦。我准备好了。喂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我 Stanley 啦。我是想说。你有两大品牌形象活动，3月在 ABC 展览中心办通路洽谈，9月3号在 I Love You City 办台湾精品店，10月5号有一场资通讯展及论坛。啊，那个我都知道了，你们官网上面都有。他甚至比我更清楚台湾精品的活动。那请问有什么事呢？哦，哎呦，你三八的，我是要跟你说齁，期待明年的业绩也会下下叫咧。
哦，啊，新的一年我们要一起 fighting 哦。好了，没问题，一起 fighting。哦，然后啦，那个我想问你们哦，那个五月的这个展哦，啊，设计图有了没？哎啊，你还在吗？哎，我就听不，喂，喂，喂，哎，喂，台湾精品盲盒让你业绩下降。哎啦，对啦，哎，让你业绩下降，哎。